今天是2020年8月12号，现在是早上大概8点半左右。等一下在台南殡仪馆有一场出面，我正要赶过去。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晴朗，非常的好。虽然只有8点半，不过感觉已经还是炎热了。祝念就是帮助亡者在临终的时候提起正念，能够万缘放下，借着佛力跟着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祝念也是我们圆觉宗弟子要做的功课里面的一个基本功而已，也是我们在累积资粮跟福报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我们出来助念都是发心，都是义务的，这一点尽管放心。现在台湾的助念也不是很普遍，因为很多人都还没有助念的观念，所以能够被我们助念到的大概只有1/10的亡者。也就是说10个亡者里面只有一个人会被我们助念到，所以助念在台湾还是要大力的推行才可以。人在过世的时候，刚断气的时候，什么都先不要做，也不要去移动亡者的身体，赶快在八个小时之内找人来助念。要做什么等助念完之后再做，如果错过这8个小时的话就会很可惜。我现在站的这条路是仁德的中山路，仁德的中山路，我正要赶到台南殡仪馆，还有一段路。殡仪馆已经到了，这边是殡仪馆的侧门，大门是在左边过去的另外一边。今天助念的地点是和平堂16号。从名字看，应该是一位女士。16号，我看到了，是一位老夫人。要停好汽车。助念对象就在对面和平堂16号，一位老夫人，我现在要走过去
今天你甲你的亲人、甲师兄前来真心帮助你，请你一定爱一直专心听清楚要甲你讲的话，并且尽力去做。啊
今天的助念已经圆满了，现在是中午11点多，外面好热，不过天气很晴朗。今天助念的这位老太太看起来蛮长寿的，应该至少有90几岁，可能超过100岁都有。看他们的儿孙子女也都很孝顺，也都一起帮忙助念，所以今天的这场助念算是非常圆满。那我要回家了。